请戴好口罩，出示健康码，排队入园。谢谢您的配合。大家好，我在天津水上公园。今天是2021年3月1号，天津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，非常难得。今天我要带您看一个和您印象中不一样的银装素裹的水上公园。地方在天津，无论大人孩子，水上代表了他们的童年、青春、爱情，是他们漫漫人生路上的闪光点。